모두 성에 대기.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飞科上不去了，啊，飞科那是弟弟了呀，飞科，那我现在单杀飞科，我说实话也没啥意思了，是不是？美女们，你三上都要死的，换个人杀吧，要不？这是怎么上来的？求吧！这完了，这崩了。一级学艺的蛤子都是傻子，我跟你们说。一级蛤子学 W 才厉害，来一小兵，저기학살중입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不要吃他 E 啊，这边让他推吧，我如果跟他打的话，那奥拉夫在旁边，我们可能会死啊。把兵人往回拉。哇、wow！ 这是啥呀？怎么能打小兵了呢？玩啥呢？蓝脸汉呢？玩呢？哎呦我操了！这怎么回事啊？还不走？这挺有意思啊！这波还不走，确实挺有意思。怎么能都打小兵了呢？我摁的波浪剑呢？发个小兵啊！还好这蛤子是个傻子。
상최고를추구해赶紧来支援一下！哎嘿！哎，不能回家呀！回家他推线推太快了。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더블킬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적이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他死了，四、三、二。哎，差一点点。你，哎呦我操，主 W 溜的。两管的盾，还好我没上，还好我没上，这一个盾这么多，两道 R 中间没 Q 出来，不是，是根本没办法二段 Q， 刷不出来。那蛤蟆是肯定去了，但是他没有大，我估计二 v 二可能能打得过，但是二 v 三就不行。快走！没事。哎呀，牛头！刘哥，哎，这玩意儿弄，想杀一回挺费劲的，就是大招换大招。现在我跟他的对线呢，就是属于谁能把对面的塔皮吃一层，那么呢，谁就赢了。来人了！
炮车不要了，啊，掉炮车。马上有船，20秒。赶紧开龙啊！那奥拉夫在这儿呢。哎呦！给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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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一个，奥拉夫也能杀。哎，这干啥呢？这什么意思啊？奥拉夫八级，把小龙拿一条啊！他把峡谷拿了，你把小龙拿来呀！别踢我！哎，回家分离者了，我们无敌了呀！两层塔皮子。这兰博怎么什么资源也不控呢？龙他也不打，峡谷他也不打，干克呢他也不干克，他就去反野。也行吧。没有大，哇哦，两管盾，天哪！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可以了，哎，这拉到了！哎呀，没玩好，牛头他妈来了！上丝了，这波不应该上的，那牛头跑过来，我没瞅着。泰坦来的稍微有点慢，不是兰博没大还上？刚才刀锋有大，我有大就可以上啊，这怎么不能上啊？那奥拉夫才九级，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上去直接全死他们家。那蛤子也没有战斗力，这个时间点跟我猴比战斗力，我操！那他们家牛头上来了，那队友全跑了，可都打成这个样子。
我上去的时候看着那流就已经来不及了。拆个塔付出生命的代价。没有点治疗吗？重伤都没有啊。这样吧，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항상최고를추구해那你怎么什么也不控呢？你说控点东西呀？也去打那奥拉夫不随便打吗？哎，传一手吧，可以打，可以打。小黄毛什么装的？咋这么用？这边来，泰坦跟一下。还得跟一下 AD 跟一下，那刀锋无敌了，那刀锋点，我操，好弱呀，要红，你还好意思要红？那小黄毛要出冰心，我是怎么打不动呢？连个大都打不出来呀！走吧，把野区排一排。哎，就打的我就感觉我们家这人都是钻一的，那尤其是那泰坦跟那 ADC 还有那蓝魔，你傻逼也是的。
满血闪什么玩意儿了？大龙能不能要？可以试试。我先等一下那个小黄毛。加血！救一下！救一下！有加血呢。阿古里汤也死了。对面要打龙了。哎，先把刘杀了。哎，他有个加血，太肉了，关键我打不动他，他出个冰心。我的黑切还差900块。我们家的强势期是等到，哎，冰心儿，等到刀锋跟我再有一件装备的时候，就厉害了。顶可以，你就顶我啊！这回能大龙了吧？这回能不能大龙？能还是不能？这是一个问题。奥拉夫没有血，就让瞎子帮我们打。往上边扛一下子啊！先打龙，先打龙，先打龙，扛一下 Q 啊！可以，拿下了呀！我们家刀锋确实厉害，瞎子要抢了。瞎子是打野吗？他不是打野，他打抢啊。传送是吧？哎，就你会传送？哎呀，好高！我到了。这小黄毛太装备了，给我杀！谁死了？泰坦死了，就杀泰坦是吧？你们先打。哎，不用我，我回去收兵呢。打下来是打下来，就这波兵线没推过去呀。
不打了吧，走吧。太狼了。不狼了，那刀锋狼一波拖我们家挺多节奏的。不狼了啊、哦、妹妹。我现在已经深刻的感觉到我的操作有点跟不上了，兄弟。我有点操作不过他们。我的操作现在有点下饭。有的时候老打错人，一整就打兵上了，要么就打错目标了。这蓝没人要吧？我要一个。항상최고를추구해应该不用跟啥，我就随便过来跟个一技能感觉都行了。他们家少一个人，投降了吧。这 ADC 真是个菜，我们家中单确实是狠，这 ADC 实在是个精神病，是个小天使。这 ADC 还有那打野也是，那打野这把除了我跟中单其他人不配赢，我就这么告诉你，给他们都举报了。